能够做徒手是可以啊，可是就是范围还是不太够社区的健身房啊。OK。跟你在家里比起来的话，这个地方还蛮适合做一些简单的训练。起来的时候吐气，腹部 hold 好，屁股不要翘太高。开始，手腕在你的肩膀下方，你会感觉全身都是绷紧的，然后持续 hold 着。腹部是绷紧的，你要感觉腹部是收缩，这样绷起来，然后再放开。蹲，然后再起来，深蹲的动作，对，可以，重心有点在脚跟上面，屁股往后推，起来吐气。往前踢，对，好，下来换脚。后脚脚跟离地 ，OK， 身体是正的 ，hold 好的 ，OK， 你感觉是用屁股下去撑起来，感觉起来的时候是用臀部跟腿后侧把它撑起来哦。脚尖稍微朝外，一样蹲的动作，感觉用内侧把它撑起来。到最高的时候，屁股绷紧，屁股往后推，好，身体 hold 好，然后起来，对，那脚尖都朝前哦。浪举的交换脚，用跳的，自己身体撑起来再交换脚。还有五秒，还有五秒。波比跳，波比跳 OK 哦，波比跳加俯卧撑哦，让你核心训练一下，因为你要 hold 着，不要让脚越来越后面。OK， 休息休息，也是露珠，有的不是汗，是那个脂肪的眼泪。一周大概二三十公里，只有到马拉松的季节，比如现在马拉松季节，可能会增加到一个月200公里到300公里。因为之前是准备 Ironman， 所以比较有动力，会骑到，比如这边是汐止，那骑到内湖大概要半个小时，哦，到上课的地点要半个小时。比赛季结束了。就剩自主训练，就没有那么多动力，天天想去那个训练中心。刚好社区也有健身房，就想要在自己的那个活动范围就近训练比较方便。好，休息，深呼吸一下，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一直在时间上面非常节省，而且是自己熟悉的环境，虽然看我状况，可是肌耐力不好，所以会跟同侪训练的话，其实会有点跟不上。帮忙教练来帮我设计的话，就会依照我，比如我训练的环境，然后依照我本身的体能状况去做强度的设计。本身我自己训练不会去做这么强的，有教练来不许我的话，我就会去努力达到这样的程度。他其实是很专业的教练，因为感觉他是非常的柔和的去讲解每个动作，你不懂的话他会讲得很清楚，但是他不会去硬逼你去做到，他会用循序渐进的方式会引导你去把动作做正确那感觉好像很轻松的上完一个小时的课，可是事实上你之后的两天三天也会觉得训练效果非常有效的反馈在你的身体，你就大概疼痛个两三天，